规管出版社的创办人赖亚森，伊承认声望提做出版的工作，出版相关本土研究的书超过2000种，贡献过太。伊让两千年改建出版社，再归去苗栗三坊，还替声望提出版各种客家的书，对客家文化的传承贡献过太。只不过赖亚森提十几年十五页，因为意外过身，因为家属就举行的告别式，该度的政治界、韩国学术界朋友都去参加，该排场、该封神。赖亚森的太爷莫耶，第阿爸出生一日来演奏歌曲《共梦人》，讲起阿爸一世人为到梦想，三万大病的态度。在苗栗县南庄乡出世的赖亚森，24岁就创立桂冠出版社，各位大量翻译西方的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的书，而同西方的思想带入台湾，大量桂人来阅读。2007年就转到苗栗三湾，做了三万腾出客家的书，落实落地。鼓励后生人来从事于客家的著作，哈，啊，其他不是叫个成本来出版，啊，一条客家的著作，南文的著作，啊，伊所寻求的呢，就是台湾的学术的发展。哈维菲副主席杨长正代表哈维菲来发表扬言，倾听赖亚森对客家文化传承的付出，当用心来做出版工作的赖亚森，主来鼓励有想法的后生人来出书，成就一道后生人的态度，一道后辈主动感染。而转到省外以后，就同在啲后生人，哦，在啲文化工作者，在啲学者结合起来，哦，将为自家嘅客家，能够在啲文化。来出版重要的书籍，希望这样的出版来影响到其他在地的人哈。赖老板的精神，他的哲人的精神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我们也希望所有爱桂冠的人，所有爱阅读的人，一定要用阅读纪念赖老板。包含客家文史工作者陈运东、前行作院长林广发，还有中央大学、交通大学联合配合客家学院的学者教授，每来出席告别式。赖亚森一四年同行列来帮到出版工作，一四年的米一铺作为台湾的文化同思想留下贡献。客家新闻总司命，美丽报道。